濒危佛教正医师药所、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与慈济仁医会联合举办健康检查，是滨州全民庆卫赛庆典活动之一，为大家把关健康。这一次我们有增加眼力测试，然后我们也增加了平衡测试，也有做一些关于骨骼疏松症还有老年痴呆症预防问卷。今天我们也有25位法师来参与我们的健康检查。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年龄的平衡性大概在哪里？还好了，都很好。我们吃住的作息都很规律，所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。独立问诊间注重病人隐私，弹性动线减少等待时间，仁医会的义诊服务面面俱到。之前他们也有在使用了其他地方，然后主要是会比较公开，那个病人他觉得就比较没有那种适应感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因为我们的整个诊室都是有隔开的、间隔的嘛，做任何的一个访谈的时候呢，大家也有一个比较适合的环境啦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外面看医生，可能等一个两个小时说，他能够这边少人的话，他可以先调动。先去别的地方检查，然后回头再来做这个检测是没有影响的。我这个我觉得很好。以佛陀的慈悲守护众人的健康，加上感恩、尊重、爱的医疗人文，高水准的医疗品质，让卫赛节更具意义。大爱新闻余韶莲、林学群，马来西亚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